为了了解社区药局卫生所贩卖嘴炎的情形，日前馆长王章良前往六合乡的药局关心嘴炎贩卖情形。很多药师也很辛苦啊，他们要分装啊，整个口罩还要散尽说明哈，让老人家理解。那政府不是不能够多给一些数量，而是整个全国的啊防疫过程当中，那透过啊整个总体的数量做有计划的规划啊，所以才定出这样的一个数额。那当然随着国家队啊整个口罩啊生产越来越多，那相对来讲我相信那整个的这个数量啊会越来越放宽，那我想这部分大家放心。王章良指出，嘉义县的老人人口是真多，若是拄到老人要买嘴炎，单位的人员就要去啊详细来说明。啊，咱伫个网络顶嘛，咱看到卫生所现在库存多少，所以我们这边特地把发放时间跟卫生所错开。好，交易成功。目前国家生产嘴炎的能量是提悬，嘴炎的数量也增加到三片，可能未来的数量也可以逐渐来增加，希望民众不要惊吓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